今天晚上要改善伙食了啊，要抓一只大鸭子去煲汤喝。挑大的抓啊，波哥，哪只大就抓哪只。人鸭大战。对比一下，看一下哪只是大的吧。哇，又是一只母鸭，好吵啊！天哪！这鸭子在耍无赖呢。它躺在那不动是几个意思啊？听说醉鸭很好吃。今天尝试一下看啊，看一下这只鸭子的酒量如何。哎，喝第一口什么感觉？喝了没有？它很享受。不要这样倒吧，猛一点，你让他喝掉一瓶，这吹瓶子，这白酒不能吹瓶子的，我天，你太狠了，我跟你讲。等下一下，好，好。你看人家很爽，还没喝够。还没喝够，我感觉他都已经醉掉了。你这个节奏有点快，也慢一点来耶。等他再喝一下。你看一下他，等一下酒精去反应，这可是四特酒哎，看一下多少度啊，波哥，应该是高度白酒。52度。52度的高度白酒哎，这样喝下去，让他一点一点喝，他好像有点醉了，有点不是很，哎，为什么他有一种让你随你宰割的感觉啊？对，随便甩的那种，就是反正就是。破罐子破摔，随便你怎么搞吧，就这个意思。他现在正是在享受那种最爽的那种感觉，叫做摇摇欲坠。叫做有一句话是怎么说来着？叫做醉什么来着？就喝醉了是一种什么感觉呀？迈着轻盈的脚步，就是快在天上飞，就是踩着云朵，然后有一种成仙的感觉，是吧？我现在都可以把它放开了。你把它放开，看它会不会跑，试一下看。放开看一下，看它能不能站起来。哦，好，已经站不稳了。哎呀，拉肚子，拉肚子。哦，站不稳了，我醉了。还没有睡着，但是已经站不稳了。哇，这鸭子感觉就是喝了这个白酒，喝醉了以后就一直拉屎，然后刚开始拉得很硬，然后现在又拉得很稀了。他已经喝醉了，眼神，注意看他眼神，他的眼神跟人喝醉了是一样的，看到没有，这个眼神是迷离的，然后也不走动了。吼吼吼，打摆子了。醉了。你还要让他喝吗？不喝了，他已经站不稳了，这种感觉最好了。你还不如直接把他喝得睡着了，真是的。好，跟他洗热热澡去了。现在的鸭子都是换毛嘛，我都细毛啊，还好老爸这个拔鸭毛的技术好，不然就有点麻烦了呀。今天晚上就做大餐了，鸭子大餐，把我这名屋一鸭记下。喂嘛，喂哦，一鸭三吃是吧？老三样，这只鸭子跟平常的不一样，因为它喝了酒，不知道这个味道会不会更好一些。